要排队，然后我们今天不用排很久，差不多10分钟。对，我们很幸运今天。然后这边很特别，他们只有6个位置，对，所以要排队排比较久。但是这是老板的坚持吧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可以捐钱就可以免费获得他的好吃的蛋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我们先投钱。投起来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拿蛋。用手吗？对，先用手摸。好，这边洗手哎、欸。这边没有地方可以洗手。好。超软的哦。蛋壳跟那个连在一起。慢慢剥。我觉得很好吃。先用筷子夹。哇，半熟蛋。对。哇。溏心蛋就是要这样。对，很棒。来，我们来试吃。绵绵密密，然后又入味，然后我吃到蛋壳，真的，它这已经是那种腌制的方法做出来的，我们可以看看冰箱。对，好，它是泡酱油吧？对，它应该是先把它就是。用水煮蛋的方式把它煮到半熟之后，然后再把它再泡酱油，然后酱油就会渗到蛋里面，就会有这种酱油的味道，很棒。那我们等一下等等吃拉面。这个是清汤拉面，这是浓汤 special。试试看吧，汤匙在旁边。我们先来试一下的汤，酱油味很浓。那你喝喝看浓汤，很甜，很漂亮，就感觉成油在汤。很浓吗？超浓，超浓，超浓。来，好好好享受这个面吧，真的很棒。很少的这种。